这个外套我觉得可以穿到 L 号，而且它还有，它是有弹性的哦，它是棉料，但是它很特别，它的棉是细棉然后弹力的。这是第一个最基本把帽子全部拉起来的样子。第二个呢，来，它是双层，还可以这样穿，那你自己想露到哪里，不要露那么多，就把它往上放，它有一个这样子的功效，露肩的感觉。双层都来，还看你想要穿这种斜肩比较夸张的感觉，还是要把它拉好。紫色不用担心它会变黑，完全不会哦。而且它这个是有点紫粉的颜色，然后它就是双帽檐嘛，双帽檐它就把它放好，然后就有两条那个拉链的感觉。然后它呢就是想要只直接让人家看到它露肩，对，好，所以它就是比较夸张的，想要整个露下来。那有太多造型让你们自己去玩了。它算是灰蓝，但是它是比较深的蓝，所以它也是提亮的效果。我觉得黑色真的挺好看，对啊，而且它有挖肩，对，又有挖肩，然后又瘦。